确实。啊！这个板子上的，哦，我。妈的，就是。到娃娃了，带双刀，不着急。好像是在修，他修完过来，这边先骚扰一下。治愈的佣兵，然后这边是调安师，我就是采取抓了调安师，魔术师会去摸佣兵。这闪现有用。然后我就坑了，那闪现吓人的吧。然后佣兵摸好，过来救调香师，没摸。直接过来的，西藏江后面。是还是修呢？临死修积分。打埋了，无所谓了。
这二楼是真能拖呀！只要选一个走地的，拖死我！这次不会歪了。香水，马拉松啊！手三连电击啊！在修，这娃娃得打，不打的话他就要摸空姐了。多减推音效，看挑战师了，等到好久了，终于肯修了。我再摸人直接走，不打算了。也跑不掉了。先把他挂了。
好了，不敢修，无所谓了。技师修不动，空姐修不动，两个人还受伤，守死就行了。宝贝了，跳下去！哎西！丢脸哦！在吗？救人去了？没有，出宝贝呢。这有电机的话，肯定有电器了。好像有人，去看一下吧。万一是个结石，还真是。捡个赞头，空姐干嘛呢？跑了，不救谁救啊？什么意思？放弃喽！结石秒倒，给他心态打崩了。哎，其实这边我真想，就是从那个左边那个小地方闪现进去，吹皮他脑壳。加速啊！不着急，骗不了了，预
翻闪现呢。你自己浇的治愈啊，传师上去，你浇，左边。看脚边。这你都敢跳舞的，哎，看来他这就谁就跑了。有兵的话，那这里还有一个人呢。吃完了，那是结尸。跳下去了。电视让了，丢三台。佣兵都修完了。厄运翻盘，
哇，我这个。仿佛在做梦。哎呦，我去！我是怎么来着？一刀就没用了吗？开的一刀有用吗？这边要是没厄运稳输，这经验可真的是牛皮。故意放蜘蛛，然后跑木马。看见那不知道是谁，好像魔术师。机械师，哎，他没看见我。行吧。就算空姐是文艺台，他们也在起点啊，要很远。亏呀！传送没收到。
我去。还不出去修吗？修完，不是挑战师，那是娃娃。那他真人，我知道在哪了。到。开车逃跑，
还有一台完整的，挂这边两个人一起守。打钻了。这个人放大招，张华，张华一刀还是有个一刀斩在，有一个底气在。藏这个人我找不到啊，我也不想去找，在转角了。我再推回去看一下，我也看见了，在这儿。好，已经放出来了。起点是佣兵，他从起点赶过来，有点远啊。他得用护臂。打一个压迫。过半了，变身了，打个钻。
呀？这个人。起点没电机，有人在往这边跑。等一下，这谁啊？哎，我干嘛要蓄力刀呀？亏！在哪？这谁的血？应该是娃娃，看你肯定有病了。行啊，套路不到，太远了。高分，我想把佣兵挂了，我再走。还有人在这修，那还差一台呀。他应该不好起来，后遗症太多了，还打了个钻。
卖了，当时应该是不是我用币了？12分。哎哎，我这差点断句了，吓死人了。动了，再往边缘走，再看有没有动。娃娃很皮呀！哎呀，我又被卡住了。本来没卡住，我就可以把娃娃打掉了。撞让他撞，那我挂你了。他没打钻呢。然后把洞打掉。这边看见条纹是转来转去了。娃娃有想法呀，二挂了。好像是在起点一个大洞那边修。那里面谁救人呢？祭司过来了。
这个洞害你们呀，乱钻洞。魔术师四合院，那这边呢？调香师，下了马子就走了，是什么鬼？黄的哟，我都没狙你，你就回去。玩这个东西，马拉松了。不能打了，不能打厄运了，直接守啊！因为这有人卡瓦尔尼了，被偷了我就伤了。差一点，你接着玩，别动啊，别动，不玩，还在玩。我卡，骗不出来的。
那里还有3分钟，赶一局末班车。那抓人是好抓，但是刮人就是个问题了，所以我要防一手。条子不抓，这边有网里有结石，我不可能去抓条子。晚点再过去。这里都敢撞呢，我都没交，没交闪。怀表刷分了。你肯定也没怀表。不是，胆子这么大的吗？结石废了，结石的耳鸣。哎呀，这你都能撞的吗？
200分。六，平局，平局打一局，然后一局不胜过其他对手应该是可以的。